Julie， 華語電台的台長，你自己介紹啊。你好，你好，我的國語不太好，廣東話English everybody understand。三月八號對我來說是非常的重要的，為什麼呢？1994年，三月八號就是我第一次出嚟主持節目，主持電台節目，做呢個訪問就是第一次。從那天開始到現在啦，我都是呢個主持人。你使唔使口罩？除口罩。要除口罩。唔係唔係，佢因為影相，佢影相。咁咧，啲有好多人都問我點解你會係做電台？其實在香港的時候我是做社工，我就是深港市做個社工的social worker。我就看到我已經是一家child care center， 一家 senior center 的 executive director， 即係做到很高啦。I sure。即係 one on one helping。But 如果我上咗個大氣電波，或者做廣播。So you can use that broadcasting as a medium to kind of send your message across everybody. Yeah. And then 在過去的經驗裡面，真的有很多人是聽了我們節目，他們 change their life， 去改變了他們的想法。That's nice。 那我又很開心，就是一直默默做了很多年。那我們加拿大的城市到多倫多，其實很多東西都重新開始的，就是你想想，我在香港的時候，就是做一些 executive director， 你來到加拿大，我記得第一份工是做洗衣服。那個乾衣店開洗衫的，我雖然不用洗，但是有很多人買的時候他都會罵我們，因為他看到你是一個咁啊，你的工作咧係一個比較低級啲嘅工作，低級，係啊，唔係以前咁樣咁高級嘅，見到你但係喺嗰個過程裡面，我學到一樣嘢，就是當你係一個很高位嘅時候，當你一個executive director， 你會唔 care。你的員工，你會 care 其他人的 feelings， 你會講很多不合聽的說話，要做很多的事情不開心。但當你轉了是自己的時候，你會有一個的人生一個改進。我們應該怎麼說話，怎麼對人家，怎麼跟以前工作。咁呢樣嘢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的改變。亦都學咗好多嘢。咁做電台咧，我們都要做一個 sales 的嚇，即係推廣嘅東西。好唔容易啊，係啊。好唔容易。但係咧，就能夠將你從一個四方形啦，碌碌碌碌，你就係一個圓形。你會發現你會好多好多朋友，無論嗰啲朋友係好有，或者佢哋係一啲好低級嘅工作，或者做一啲好其他工作，你會同佢一個好嘅關係。咁所以好似每次。我上到高啊，跌跌跌跌跌翻落嚟嘅時候，咁我又學咗一個新嘅，又上翻去，即係人生就係咁樣。係啊，有好多起跌。原來我過去一啲嘅 experience 咧，亦都幫助咗我啊，原先都係。係啊，我哋都係。我嚟你度剪彩。係啊，做咗電台啦。係啊。咁我係剪彩啊。2014年四。說普通話，他們聽不懂。有啦，佢嗰啲普通話，佢啲冇普通話冇得。我拿了全加拿大的一個最傑出，最傑係啊 ，Canadian， yeah， Canadian immigrant， yeah， 最傑 award， yeah， you're the， yeah， so， 就是拿到最傑出嘅25個獎項。Yeah， yeah， top 25， yeah， RBC top 25， yeah， 全個加拿大嘅。咁喺一個喺嗰屆裏面，我都唔知道原來自己係過去經歷係咁辛苦嘅。我仲攞埋佢嘅 number one 大獎，就係兩個獎 double winners， 就係拿咗一個就係即係人生最精彩嘅一個獎。精彩人生，哈哈哈！咁我都好開心咯。華人女性嚟講，即係亦都攞咗啦，其中一個亦都攞埋大獎。咁是一個很大的鼓勵咯，我的分享就是話，無論有幾困難，無論點都好，我們只要拿著信心咧，最困難的時候捱過咧，一定會上。你最困難最低，你就會上得最高。無論你多困難，只要你熬過這個關，你一定會。
最最最高的，同埋每一次困難嚟嘅時候，你要想，我咪要想，到底呢個困難令到我學到啲乜嘢？呢樣先係最重要。當你學咗呢樣嘢之後，當你再上高峰嘅時候咧，嗰樣嘢原來就幫助你一條樓梯咁樣去學到，好容易就過。咁但係咁嘅人生，你 almost like a springboard, right? Yeah. 但係我成日都諗。點解唔可以一個好平淡開心嘅人生啊？好似萬太咁幾開心，幾有福氣，係咪？即係點解要咁樣咧？人生一定要有挑戰先至有進步噶嘛？不是，我這個就是我是直嚟回來的，就是我是一路路就是從我在台上台下。其實我老公在我就是1989年美加巡回演出的時候已經認識了。哎呦，异国情缘呢？这个是直泪回来的，直泪回来的，不是一下子我就会找到这个人去过现在的生活，不是这样的。同埋咧。我亦都有一个感受，即系过去几年咧，有好多嘅唔同嘅嘢出现。咁原來一樣嘢咧，就係、是、你用嗰啲時間咧，最困難嘅時候做啲乜嘢可以令到你會好咧？就係、是、你做一啲嘅福氣嘅嘢，即係做啲慈善啦、功德啦。你多去幫助別人，你回報的就不止你付出的啦。係啦，係啦。所以就是，同埋咧，這個世界有因果的，就是你種善種善啦，就會得善果啦。種善因。得上果，我相信这个世界会有这么回事的。就是在我人生中，我就是，我不是含着金锁匙出生，我是一个人要负担整个家庭，但是，都是我出来都是得到朋友的帮助。朋友为什么帮助你的？你必须要就是你是一个善良的人，你会吸引到身边的人来到你身边，去愿意去帮助你。就是人家没这个义务去帮助的，但是人家为什么去帮助你？就是必须拿到自己，人家看到你身上的能量，才去做这个事，才愿意一起去跟你一起去做这个事。所以就是种下善因，得善果。仲一样咧，就系话，其实我发觉我们女性一定要即系令到自己有一个好睇嘅仪容。每一個女性都有她你好看的美的一面的，咁啊點樣嚟到去將佢發揮出嚟咧？照顧自己啊，要好坦白講啦。We have to take care of ourselves。如果你唔即係咁講，有一個人嚟叫你買嘢，你第一眼望上去，哇咁岩茶，咁佢個成功率咧低好多噶，啱唔啱先？你行出嚟，我哋女性光鮮亮麗，你行出去。接個生意傾偈咧，即係個成績容易做得到嘅。功率比較大啲。對啦，所以咧啲人腦係固然嘅，但係點樣逆齡咧？靠你啦，靠 Lily 啦。我們都會鬧嘛，對嘛？我喺度鬧啦，怎麼可以逆齡咧？就係年青咧，40歲看上去20歲咧，走你咯。啊，因為成功，因為呢兩位咧啱啱先嚟咗冇幾。